各位朋友大家好，现在是九州艺术季开服第19天啊，今天我们要继续调节号冲升值，这我们还有点时间，把这画完就可以了，还有500车，加油！啊，这不在多少时间内，没关系啊，问题不大。这次我们搞了个50个碎片，也还行，充2000个会给150个。其实我知道今天是10点钟有这个东西啊，然后我来晚了，不好意思啊，我已经在尽力在赶路了，但是因为各种事情耽误，导致哎呀，主要是我这时间没有安排好，很抱歉啊。刚才这里的话可以看到，这落水斗士它真的是个托，因为它战力不高，但是这种活动只要有榜的活动，它就拉得很高，就拉到这个2000，就是让你刺激你去玩去充值。它其实就是卡这么一个位置，因为上次我们不是抽了2800抽吗？所以它就卡个2400，这个是它白天就抽好了的啊，但是。这个人他其实很菜，VIP 也要隐藏一下，你知道吧？这个就是托惯有的套路。反正我当年我就说他是托，他肯定不是真的平民玩家了，是真的一个大佬玩家。像我，他是想要刺激一下我充值，但是他这个战力啊之类的，不可能搞过我的，是这么回事。先充个68，今天这个328，我们看一看，刚好1000。今天咱们拉到15000，需要3200个材料，3200个材料把这东西买一下，主要是要买这个68。3200个材料，你看这是刚好3100个，正好再加点钱。妄图玩游戏说客咱就客，你这个不够押韵，对吧？这个也建议改一改。我们这是还差了60抽，还是得再来2到3个68。稍等一下，什么？阿栋今天又赞助2万？没有，他今天阿栋的那个意思呢，就是，你想，你一天出2万，你一个月才赚多少钱，是吧？哪怕除去成本，按成本来算啊。也是很高的钱，他认为我一天氪那么多，对吧？神经病，他真的是这么想的，所以我觉得他说的没有错，我还是要克制一点。正好这个游戏现在这个充的不是很多，还好老板没有说这个游戏，他就说了这个猫兽记，猫兽记那个确实太上头了。今天我反正这个东西还挺好的，我们至少会有一个那个什么奖励，但是这个东西先买一下，因为下次肯定还有这个活动的，再过个3天基本上就会出。我看一下，这个还是得花一点小钱，来各位点40个下载，我充一个128。不过分吧，这些脑还是把新东西随便买一下，这个比68是要划算的。就是那天我发现了，我每天都充1000，有一天少充了，那大家都会不耐烦。但是如果是每天都充500，如果有一天这个加到800，加到1000，大家都会很感激，你知道吗？就是说，这个真的有点像小时候学那个什么猴子吃梨，早上给一个，下午给2个，变成早上给2个，下午给1个，也许就不一样了。夺宝奖励是要等到12点它才会发，但是这里可以领取一下。然后昨天那个第一名我们有没有拿到，我要去邮件里看一下。这个其实很好被抄，但是我昨天没有盯着看啊。昨天的伤害冲榜斗把台第一名，限定冲榜啊，我们是第一啊，竟然昨天这个第一真拿到了。这样的话每天零氪，然后有下载再氪上，那不行，那我还是要厚道一点，我不能像你这样子做生意是吧，加了一兆，你看这榜一就加一兆还挺好的。我还是这样想的，你们想看更多的游戏对吧，那我游戏可以这个充500，那个充500，我多玩一个游戏都没关系，这样吗？我如果玩两个游戏，每个游戏充1000，那是2000。但是阿诺还说每天每个游戏充1000，你玩两个游戏每天充2000，搞得跟托一样，哪怕你花的是自己的钱，但是还是有很多新的观众，他不认可你，所以他不会关注你。我觉得阿诺说的这个道理非常的准，所以我觉得他这些理解的话早干嘛去了，不早点跟我说对吧。所以呢，我宁愿说我充3个游戏，然后每个游戏充个500，是吧？那我这充值金额还少了，但是呢，大家却能看到更多，而且游戏我们能够玩更长啊。反正呢，视频还是会精彩的。它如果不精彩，它就可能就合的比较多嘛，就2天合1天也能精彩起来，对吧？反正这个东西到时候我们看一看。真的游戏现在太多了哦，是因为之前很多游戏玩3-5天，是的，因为觉得当时想要太刺激嘛，如果充的少的觉得不刺激，所以这个思路得要换过来啊。这个游戏充少一点也刺激的，我是这么一个想法。这里我们还有一个榜呢，它给的是星域神使，好像和那个衣服差不多啊。反正这个东西我们有点不太行。血战冲榜我们今天是又一个新的排行榜，这里它的这个积分挺高的，你看它就是一个真实玩家哦。这个也是9万吗？这落水斗士怎么也出来混了一爽？我们这个东西要搞到第一还是不简单的，因为血战就这么多是吧？积分搞9万的话，我们攒了很多天了，很多年了。这里我们先拉它个13-14万吗？反正之后下一次训练榜是什么时候，我估计也要个10来天啊，咱们肯定坚持不到啊。但是这积分加的有点慢啊，经典的10点解榜，就是反正这游戏不适合我，因为它10点解榜那神经病啊，还是猫兽记好玩啊。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加的积分比较多啊，就已经68000了。好，8万积分了，我很肯定啊，他们那些应该全部都抽完了，应该没什么保留的。我这儿抽的就更夸张，你看8500、8600，就一抽100次加1000，抽完就超过他们了。好，我们10万了，10万的话要给他们留点悬念，这个是不加积分的，但是不加积分也要搞呀，对吧？反正这个给的这个乱七八糟碎片能省点心。现在我们先看一下训练榜，来排名第一了，各位，他是9万，他也是9万，我估计龙吟圣君是恶心他一手的，
我先留一点，让他们可以超过我，之后我再把我的全部实力发挥出来，因为我这积分都没有领啊，积分领完又可以加好多的，你知道吗？我不是第一，怎么不是？啊？哦，我才八万一啊，八万二，好嘛好嘛，没关系，小事，我还以为我第一了，我眼睛瞎了，各位不好意思，年纪大就是这样子，那积分是包括上一次的，好，这儿差不多了，现在我十万零六千，谁还能说啥？哎，直接给拉满算了是吧？不讲武德。留500个，这就是我们下次翻身的根本，然后把这抽完，看他们还敢不敢跟我斗，是吧？我16万，直接高他快一倍，资源用完直接退游，那不行，我说了，号主我打算给他留个500万到800万的这个玉的，那也是希望他拿到这号以后，不要觉得我全都能用，像日本鬼子进村一样，是吧？全部都搜刮完了，是吧？那也不太行，我也不要给他留个这样的感觉，我要给他的感觉是这个号还是精心呵护的，和他处好关系，万一以后他再把这个号借给我玩一玩，对吧？我们再回顾来看一下，其实我很希望那个猫头鲸的那个号的那个号主把那个号拿给我再看一看，我们再回顾一下，我觉得会很有意思。这个我们领取一下，我们先突破一个盘古，加个2兆3兆，再升级，好，直接升到8000。这个突破的话其实只要花个50万玉就可以了，来啊，这稍微买一下。这个648给6万的这个突破啊，我看一下，直接点的话它648只给4万，所以刚弹出来现实会便宜一点点啊。这里我们还差14万，我们直接先预直购14，直接花28万的玉啊。但是这加太少了，这个女娲好菜的，没啥作用，羁绊再加一下，好，600亿，千机伞升一个星吗？哇，加3兆，再升一个，这还有个金锁可以升一个星，再升一个星，加1800，加的都是实战是吧？你是会说话的，我觉得你不来做七里的主播可惜了。这里风刀塔和大家说一下，我们从3700推到了4600，已经推不动了。这个人他输出是我们的一倍，等到我们大概有个，我估计啊，等到有400亿或者300多亿吧，我们就应该能推过了。现在还不太行，这后面这关卡有点难，别的这些都是第二，哎呀，真烦。我非常感谢各位的收看啊，谢谢你们。